这个所谓的修复工程，不单单只是把一个可能已经不合时宜的地方重新改造而已，还把那个地方的原来有的历史痕迹，然后传统文化都保留下来。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，也觉得那个是很有想法、很有远见的一个做法。我形容一下今天我们走过的这些山路，词呢是一路上清风扑面，百花争艳。